今天的这个出席名单里面有邀请了全国律师工会还有司改会，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事前没有通知我们国民党党团或是民众党党团，我们也可以推荐公民团体啊。跟委员说明哈，如果是公听会的话，你们同意开公听会，我们信息的公听会就会有这样各党团推荐的例子。那今天不是公听会，今天是专报。那专报的话呢，我们根据宪法第567条第二项，可以邀请社会上的关系人士到会来备询，这是招委可以来邀请。那再更正一下，他们两位都是以个人是专业律师的身份来参与，那他们有他们的专业资历。那您刚刚说的是他们专利资历之一。那所以呢，您就只有认为这两位律师是符合专业的，那其他的人都不见得是符合专业的吗？那这两位律师里面，其中有一位都还是上周一的时候，吴招委也是邀请了两位。我要讲了，就是希望招委啊，以后在主持议事的时候还是公平一点啊。我们也希望国民党可以同意公听会，那时候你们可以推派代表。